我到了，快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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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救！你先冲出人群啊！让开！让开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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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开！我错跟了，不要跟了。就可能因为平时私生啊什么都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就飘无定所。租房子吗？蛮想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好帅啊！碰你了，帅啊！我得去看房，可以打扮的正经了点。拍张自拍吧。有点期待。过马路 ，Let's go！ 过马路，过马路，冲啊！朋友们，冲啊！我现在真的很像一个出来工作的中介。唉，太无聊了，我一个人在这。哦，我好困啊。应该扯一个人陪我来看房吗？哎呀，天哪，我怎么的妈呀！管家，管家，那个二单元看房的现在能让他进去吗？四个名单，现在没有申请单的。现在可以看，好，走吧。我看一下这品种类型。你看这个，这地方太大一些。因为我觉得这客厅有点小，是吧？哎呀，看房子也太难了吧。哦，这是我给您发的那套。对。小房子感觉就跟网恋一样，就可能照片上是我，结果碰到的实物是杨迪，就差不多是这种概念。太累了，找房子太难了。大陆 ，Hello， 不用费天桥啦。哎，是不是瘦了、啊？那你先吃一块，最好吃，最好吃，当自己家啊，随便撒。再看觉得你变高了、欸，再过一会儿就比你高。你现在多大、啊？18。你知道王者荣耀吗？你会吗？我，哇，你差太多了吧？哎、你教我跳舞吧。太尴尬了，好，好了。那你想要交女朋友交什么类型？我就是想找 Lisa 这样的人，你呢？我找。你是不是常常等你啊？对啊。怕被粉丝跟着。有。真的、啊？有啊。那你就搬家了。对啊。你就不回那个家了？对啊，就跟朋友一起。那万一被粉丝又跟到了，小心点呗。那你那房子没弄好，你就跟我一块住吧。